火影忍者新传活着的感觉，猛虎还活着。Minion 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。谢谢灰队的飞机儿，感谢老板们的飞机儿，已经有四个老板，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了。谢谢 T 蓝色过后收小风。Friend, I love you。谢谢被风追过的男孩。Minion들이 상성되었습니다。Friend, I love you。算了，别整那油腻，傻逼上来就骂人，真是的。七分之一了啊，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感谢 Rocky 七七八，八分之一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啊！小吸血鬼，你往哪跑？多兰戒出门，这装备挺新奇哈！你这三个兵别吃了，我也不吃。挺能 A 呀，先插个眼，下边他死。再见，我亲爱的梦中女孩。谢谢 Marating 的飞机儿。还有一分钟了啊，最后一分钟，想来个飞机的老板，赶快了。吸血鬼的英雄肯定不能让他吃兵，你让他吃兵，那就相当于是对我们自己的折磨。折磨，先插个眼。谢谢神头鬼脸马老 C， 十个老板了啊，十分之一。别吸我，哎呦！你以为扛着兵我就害怕了是吧？吃个药。感谢用户果子狸。还追呀？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我这小饼干白整啊！谢谢护盘了，还有30秒啊，最后30秒，老板们，咱们这根本这就不害怕。吸血鬼一共就俩技能，记住啊，一共就俩技能，即使你就10滴血，那不行，10滴血有点太少了，血稍微多一点就行。来个皮海，把兵线卡在塔前。感谢白嫖了球，呼喷了抽奖机器，笋干的钢很香。恭喜马老师。有没有老板？再来四个飞机，我们这任务就过了。出个皮孩，这样我们就能一直追他了。死了！哎，死了！
哟吼！孤的逃吧！Nice work， 哎呀！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，小伙子 ？Oh my god， 兄弟们！玩脱了，这小子没抠出来。差一个抠。没关系，不要太认真嘛，浪一浪也是可以的。不会死到五次的，放心吧。这把也比较的顺，可以接受。关键我有信心能杀他呀。那不是最后那抠他没出来吗？抠出来了，他打不过我。这得自信一点。不过让这个吸血鬼拿了700块钱，还挺多的，其实700块钱有点多了。哎呀，给了他700。不过没用，还是打不过我。哎，这护臂给的操了，不太好，不应该给他的，给他一个护臂挺还。654，这波把他血池给他逼出来啊！OK， 下波死。真的很烦哎，有点烦。这塞拉斯偷我大招跑了，哎呦，真的有点烦。要打我，算了，走吧，不好杀了。溜溜溜，哎，这可能来了，一闪，来，一闪而过。对面3个 AP， 其实刚才可以来个水银海也行。哎呀，应该出个海的，这样出不出来小冰锤其实有点亏。把峡谷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
还挺幼了呀，这吸血鬼。你敢吸吗？我觉得可以推了啊，我感觉他应该回家了，我看能不能把这一塔拔了。哎呦，他居然没回。不用理他。下波可以杀，应该哎呀有点猥琐，薛威是有点猥琐，不太好杀了。那700送的他妈的直接给送的有点打不动了。下波再来，这波先放着，放他一马，我们先回家，把装备除了，然后下波我们再来。 nice。时间快到了，你说塔皮呀，找着呢，找鹤呢，问题不大。你咋那么嚣张？你嚣张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不明白了。有没有蓝？这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回家。蛤蟆好像是我的了。谢谢你，非常的感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稍微有点。得把自己闪现打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那精神病吗？非得要跑过来。
看看要不要去带带队友之类的啊。他换我的点炎他也不合适啊，我点炎180，他闪现300，我放个点炎能抵他俩，他放个闪现能抵我俩点炎。来一波，死了，塞拉斯死了，你们他妈的，哎，我服了，这塞拉斯回回这么玩，偷我大然后跑，他回回偷我大然后跑。原来你选塞拉斯就是这个目的，我已经明白了。你快去捡粑粑呀，粑粑人！粑粑人捡粑粑，老八！那边有眼儿，绕一圈儿。那里头有视野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无敌呀，兄弟呀？可以异我呀，这峡谷先锋能在这里就开始创啊，哎呦好痛哦，掰了个掰，差点钱呢，把红打了吧，这不打个红，下路没了，小兵给点力呀，小兵别打小兵了，打塔呀，回家15。我就这点血，也不这点血吧，我就这么点蓝，我不操作那吸血鬼都打不过我，我就可以右键一直 A 他，他都打不过我。他
们家有蓝就不去了，拿个蓝 buff， 拿个自己家的。下路推，这都不用管，因为他们根本就追不上。我们上高地，准备迎接下一波一打五。注意看啊，这是欺负我队友，这是欺负上瘾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不管不行了，有点太过分了，有点不像人了。呜呼，漂亮，来了一波包饺子。贝卡贝，贝卡贝卡。能打过吗？这什么闪现？这是？没有金克斯根本就打不动我，明白吧？这打我就不掉血。哎呦呼！还有金身，兄弟，完了，粑粑人上当了，兄弟，我是那种卖队友的人吗？我是。那金克斯，你看他救你吗？他都不救你，你瞅瞅。哎呦！哎，我要火箭！啊，要火箭！今天火箭任务还差俩呢。哇，这也能打到啊！对，你们杀寒冰，别杀我，我不认识。你说你个没有位移的 ADC， 你装什么杯呢？你说你有什么好装杯的？你凭什么装杯？我全款把他拿下。就打他们家的阵容，破败死亡之母九头蛇，破败死亡之母九头蛇振奋，破败死亡之母九头蛇振奋，破败死亡之母九头蛇振奋，加个皮海，一二三四五，正常几个装备啊？六个装备，加个皮鞋，